讲了这么多第一次啊，我突然想到，从刚刚开始到现在，我一直有听到一个非常具有磁性的声音耶。对，很好听。那个人啊，打从我大一的进来的时候，我就有听到的声音，但是都没有看到他的人，更何况他的声音这么有磁性，我实在非常想听他唱歌。嗯哼，我非常想要听他用各种声音唱《我的青春小鸟》。OK 啊，没有问题。来来来来来，照过来，照过来，照过来，这边。刚刚讲到第一次啊，哎哎哎，哦，好亮，掌声响了，好感动啊！其实我已经是第三次来金鹰奖了，第五届、第六届、第七届我在当兵，第八届我回来了，掌声响。好，我来示范一下我的青春小鸟逾期不回来的多种讲法。震惊的，我的青春小鸟逾期不回来。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阿公的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呀！尖叫的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呀！Google 翻译机了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回来，轻快的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回来，我掌声响了。